趁黑出动。 OK OK， 我懂你意思了，打一滴上弹，强攻灵光披风迅捷，他妈老子这把把你屎给你打出来。这围巾很恶心，在虚弱，咱不急，先送你一个，别说我等会儿欺负你。聚合到现场，马上溜了，不要急。这围巾你胆子真大呀，我操，你真敢压。这小兵快死了，直接上，他加速，圣斗级血大，被弹开了，再加速，点火再加速，放E，派兵打不了一口，他隐身的等他出来，直接开大一定作死。啥玩意儿啊你这？聚合到现场，这围巾还敢上来点我？姐怕加速，被弹开了再加速，放一落雷，配音乐打不了一口，重一 A 一下，继续追，等技能 CD， 还想跑是吧？闪现 AW 死，你怎么敢 A 我的？这文现在还敢吃兵线？姐怕加速，放一落雷，配音乐重一 A 打不了一口，定位加速，追贼再 A 一下，本来想省个大的，这波省不了啊，直接大一定给你拍死。这年头什么玩意儿都敢来上路，亚中野辅都是后排，你还敢选 AD？ 就他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就是我不想赢，我就想恶心人。这里我在吃兵，这维恩还敢上来点我？解派结束，放一配晕，打不了一口，中一 A 一下，再一下死掉。真的，我大都不想开。苍蝇塔过来帮队友，交闪了，继续追。等圈结束，谁开大？一口咬死，继续打千珏。等他大结束，快结束了，直接拍晕，想跑继续追，闪现 A 一下死掉，咬一口 AD 继续追 ，A 一下一巴掌呼死，继续追，人中辅助，卡了视野，放一落雷，被躲了继续追，得控制结束，他加速，拍晕 W 一口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人头给辅助。回到上路，这维恩被我们打野杀了，那我肯定不能忍。这卡牌直接被黄牌交了，直接追，喷晕放 EW 一口，还想跑，继续追他，等下 WCD，W 可咬死，看什么看，你也得死，直接砸晕，人头给 AD。这维恩还敢出来，直接怕加速，被弹开了再加速，放一落雷，喷晕 W 一口 ，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死掉。我今天直接化身雷电法王，给你借网瘾。他加速，放一落雷，直接开大，砸晕直接劈死，继续打对面 AD。没技能了，先撤一波。剑圣上了，直接跟上，假装追 AD， 一个急转弯，直接抓死打野。卡牌追不到了，先撤一波。看见 AD 了，直接加速，闪现 Q 没续上 ，W 标记一下，开大控制抵消 ，A 一下 ，A 两下死，继续打辅助，咬一口 A 一下 ，A 两下死掉。这维恩还敢露头，直接追他。这维恩下了，直接被大招交了，不要理他了，直接走就行了。你还敢过来？放油雷，打不了一口，被弹开了，不要紧，等下 CD。这王七被控制骗了，这维恩还敢给我，直接拍电速，这一巴掌呼死。不得不说啊，我们家辅助很聪明，选了一个老头，加速度特别舒服，配合上我的 Q， 速度直奔700。这把我们家除了上路都是劣势，不过多亏对面选了一个 AD 抢单。我们每次打团都是5打4，然后打了几波团，他们优势就全没了。AD 上单没优势，就直接废了。就清线慢，没输出，还不肉，控制也不稳定。对线被杀一次就直接不用打了。对面中单和打野前期7-0、4-0，就被这维恩带崩了。对面也是受不了了，直接投了。这把有点可惜啊，这个维恩才死了8次。